主料猪肉近500克，辅料生抽2大匙，老抽1大匙，鱼露2大匙，料酒2大匙，白糖5大匙，不喜欢太甜可以减1到2匙，辣椒粉1小匙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将所有材料混合好，顺一个方向搅拌，上镜后静置入味15分钟。将适量煨好的肉馅铺在锡纸上，在上面再铺一层保鲜膜，用擀面杖均匀的将肉擀成薄片，取掉保鲜膜，放在烤盘中，在预热好的烤箱中进行烤至180度，15分钟，再翻面烤8分钟，取出凉凉，切片。烹饪技巧：如果你的肉馅擀得比较薄，可以缩短烤焙时间，第一面可以烤10分钟，翻面烤6分钟。个人觉得薄一点的成品口感更加筋道好吃。二，一定要放在锡纸上面烤，不要用油纸，油纸会与肉结合的比较紧，还容易卷起来，不容易操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